老爸，你好。阿姨你好。啊，那个，怎么了？买个古董给我。啊，给我看一下，可以，给我看一下。这个是古董是吧？嗯。您是什么地方过来？嗯嗯。从江西过来。啊，是江西那么远，那么远过来吧？这个江西城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江西，就是这个是吧？嗯。哦，看一下。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稀奇古怪的，里面还有蚊子是吧？ 这个是一个生香还是什么？是生香还是蜜蜡还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哎，长得那么奇怪嘞！这个波纹纹的，您冷不冷啊？嗯，冷哦。哦，您是江西城过来的？哦，这个是里面我看不清楚，这个东西很奇怪啊。 哦，这里面有一个裙子，这里面还有一些茶叶子，就是那个山上的那些树叶，是吧？这个裙子很大嘞。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，阿姨？啊，是走不留的，给你放在家里的，是什么时候的这个？ 家里找出来的，您知道我这里烧古董是吧？这个很轻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，也有些破损呢，这上面有些刮红，这里还烂抠了一点点，哦，这里抠了一点点，这不抠烂了一点点，这东西是。 应该是个好东西，但是老是一件老货，斧钵里面的那种。我看一下这个它有多重啊？它斧钵的话，这个象征很像斧钵，比较轻，东西很轻，来，啊，手上特别的轻，是吧？也知道这个东西有用啊，这里只有四半斤，没有半斤，差不多半斤重啊。 看一下它的尺寸是多少？14公分长，也有10公分宽，它的厚度的话都有2公分啊，差不多。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那个参树，过去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里面很大一棵的参树，对不？它的油留下来，慢慢的形成了这个。 一块这个东西，那个就是那个裙子，就在那里被这个压在里面，就是成了一个化石这样子的东西。这个卖不？阿姨，你卖不卖？卖不卖？卖。卖了，这个多少钱？嗯，反正呢。反正我是吧？这样子啊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，应该是一个纯珀，就是纯珀的话呢，就是千年。 那个自然天气形成的，然后也是，纯天然那个参树滴油滴成这样子的东西啊，东西应该是个可以一个好一点的东西，我给你1500块钱可以吧？1500块钱好不好？啊，可以是吧？啊，愿意卖给我对不对？啊，那我就给钱给你啊。 啊，您把钱收一下。啊，如果家里面，哎呀，如果家里面您还有别的什么东西，都可以给我送过来。那些藤索、梯索、老书籍什么东西都可以送过来的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好走啊，您。